哎，师傅，你这买竹竿弄么的？对，来糖喝。对，我看你搁那微信群发你晚上日本啥的，弄水泥又能转。你肯定知道。行，回头跟你说。先把竹竿切成片。哎，师傅，这吃竹竿有什么好处？补肝补气血，你天天打游戏明目，最主要是什么你知道呗？让你长高高。哦。放点盐，先把竹竿腌一下。来点姜丝和葱丝。腌好的竹竿用水烫一下，为什么？你看去多血沫。哦。沥干水分之后，来点蚝油、白胡椒、白糖，一个方向在那上酱，再来点老抽，上点色，再来点生粉，搅一搅，备用。水干后，放入我平常不舍得喝的三杯酒，然后把竹竿焯水。焯好水的竹竿立马过水，看嫩吗？锅上烧一个包。油烧热后，放入葱姜丝炒香。炒香后注入灵魂，来点枸杞。你怎么不放姜进去了？开完了，加入竹竿，垫上锅盖，小火10分钟。时间一到，放入本地小包菜。好嘞，调味来点盐和白胡椒粉，再来点本地小麻油。这不就好了吗？兄弟，我宁愿让你胖的精致，也不会让你受的雷疼。太好了，喷香，开饭。哎，师傅，你晚上带我去个吧。你又扛不动水泥，你去哪了？我看你扛。滚。